哎呀，都是菜汤啊。嗯，什么事啊？楼上的人把菜汤倒下来。喂，你们这么没公德心啊，一定生不出儿子来的。喂喂，刚刚骂了别人，你也这么做？哎呀，所有屋村的人都是这样的嘛。哎呀，难怪你到现在生不出儿子。不生儿子，大家想办法。喂，你要不要做功课啊？啊，时间到了。哎，老公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老公啊，拜托你帮我煮一下饭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不会，我哪会煮饭？哎呀，很容易的，用电锅煮饭，按一下就行了。你快去啊！不行啊！行的行的，你忘了吗？你有一个外号叫神童彪吗？有什么事情你不会呢？啊，去去去去，去加拿大受训呢，我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的。嗯嗯。故事刚刚才开始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夸我神童彪，又到了六合彩开奖的时候了。这一期的六合彩奖金可厉害了，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。中了没有？就快中了。奖金超过，那吃不吃饭呢？吃，你们先吃好了。你这样怎么吃啊？啊，是你啊！你叫神童彪做饭，自己兑六合彩。